小宝宝。这么久不见，还成吧？四个月？什么？昨天刚四个月。寒假到了，人都走了，就剩我一个人。还有我呢？蓝雨，你有病吗？对，我有病。大学那么多女同学不喜欢，今天喜欢上你。两个人要是太熟了，倒不好意思再玩下去了，也就是到了该散的时候。我们还没太熟过。蓝雨，我又不是没跟你讲过，玩这个没那么认真的吧？你玩什么认真？我陈安东可从来没赶你走过，是我自己赶自己走的，那可以了吗？想在一起那就高高兴兴，要不然就算了。清楚？你清楚？你清楚个屁呀你！我陈安东换来的破工资钱还不少呢，你还能报答我吗你？哎，蓝雨，你跑啊你！你别以为你不拿我的钱，我就不是玩你。我可不是为了正人君子。玩什么就玩吧，行不行？蓝雨，你知道，以后我是不会做的。要么让咱们一块吃顿饭吧，我工资不行，约了朋友。哦，是这样，那改天吧。这几个月都比较忙，再忙也得吃饭呀、啊，吃盒饭。寄张明信片回来。他没去美国。笑一个。刘谦那边挂了个彩虹，挂得不得了。我赶紧去拿摄影机。而出来的时候，彩虹已经不见了。彩虹都害羞了，不用上镜头。哎，那我是。
人一死就什么都完了。没完，留下来的记忆啊还没完呢。